怎么天天迟到？老板没吃早饭吧？给你买的包子。一个包子就想贿赂我？不是的，我看你一直不吃早饭，然后女孩子的话要多吃早饭的呀。嗯，你迟到就是为了买包子？不是，我家住的比较远，然后每天要倒两班公交。那这样吧，正好我脚崴了，车给你开，以后每天就送我上下班。老板换比亚迪了。老板不是啊，你腿不是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想问一下，这算加班吗？哦，要加班费啊。喂，小顾从今天开始给我当司机，工资给他加一份。你要多少？啊？这我该要多少？要8000，给他加8000。八千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。喂。哦，8000，我工资还没有8000。我包，再给你买。老板到了，老板你慢一点。耶，老板，哎，你不是脚崴了吗？哦，是有点不舒服。你崴的不是右脚吗？我左脚也崴了。那老板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门外有个快递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行，好的。你来扶我一下。老板，这边就我们两个人，就不用扶着了吧？其实我觉得你演技还挺好的。你还在说，要不是为了……别揪我耳朵！哎，电梯马上到了，你也不想相信的事情被同事们知道吧？我让你瞎说！哎哎，疼！你干嘛？哎呦！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的脚！啊，不会真崴了吧？来，我扶你去办公室，走！你下班了坐一会儿。完了，真把你脚弄崴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来帮你看看伤。老板，我刚刚……啊，你干嘛不弄死人？